好，继续带您来看到农委会因应农村高龄化的趋势，结合农村环境以及自然的元素，发展绿色照顾农业的疗愈工作，并且遴选出十大绿色照顾优良的典范。那么玉溪地区农会则是以绿饮食、绿疗愈以及绿手作三大主轴，得了绿色照顾潜力奖。农委会为了因应农村高龄化趋势，结合农村环境及自然元素，发展绿色照顾农业疗愈的工作，并遴选出十大绿色照顾优良典范。玉溪地区农会则是以绿饮食、绿疗愈以及绿手作三大主轴，得了绿色照顾潜力奖。这个我们进了全省前20名，那我们已经让评审觉得很难评了。他们都跟我们讲，他们要本来想要选十大绿色照顾站，可是他们觉得这真的很难评10跟20这个部分，所以他就把我们列入叫做十大潜力奖。结合玉里卫生所、荣民医院玉里分院、慈济医院玉里分院，推动健康营养咨询。绿饮食方面，则透过玉溪地区农会现有家政班资源，设计均衡养生饮食以及高龄友善餐食。除此之外，并由地方祈祷精心设计文化传承课程，在地青农教导农事作业，促进青营共创，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照顾，因而获奖。记者高双双，玉里镇采访报道。